欢迎杨总、周深来舞台进行间。周深呢，刚刚从联合国用歌声表达着东方的观点，今天又来做我们节目的推介，辛苦了。很荣幸，很荣幸。你先来。对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。然后，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歌手，很幸运的事情就是遇到一首非常好听的歌，然后更幸福的事情就可以在非常好的舞台去展现它。就像前段时间，我觉得自己也是个又幸运又幸福的歌手吧，可以在联合国这样一个国际的平台上去演唱中文歌，我觉得是非常荣幸和非常激动的一个事情。然后也听说咱们中国唱作人大会这档节目会即将推出200位新的唱作人以及2000首原创音乐作品，作为歌手的我是非常激动，希望可以听到很多很多好听的歌在总台最闪耀的舞台上绽放。然后除此之外，这个节目后面还会有很多知名的歌手加入，让这些非常优秀的新作以及非常优秀的新人被更多人听到。总之我觉得2024年有这档节目，我非常期待有更多好听的华语歌出现，也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期待这档节目能够给大家输送怎么样好听的歌。谢谢，搭建舞台。对，来，腾讯音乐的杨总。好，那么2023年呢，我们与总台总经理室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，双方在版权运营、项目宣发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且深入的合作。那么生活中呢，我们不是没有好歌，而是需要一档像中国创作人大会这样的好节目，能够替观众优中选优。谢谢杨总，谢谢你们对总台的信任，双向奔赴一定实现共赢，再次感谢二位。昨日，31岁的周深登上时尚 Cosmo 五月刊封面，首张个人主流大刊封面便空降五大女刊，震惊四座。周深时而化身街头艺术家，时而宛若小王子出巡，演绎了一组轻松自在的时尚大片。周深身穿 Prada 2024春夏系列流苏水墨衬衫，以及 Yumiya Nakazato 2024春夏高级定制系列竖个纹大衣搭配瓷片内衬出镜时尚 Cosmo 五月刊封面。首登五大女刊的同时，也解锁了个人的首套高定。第一次拍摄时尚杂志的封面，又是在完全陌生的城市里，周深打破了他深度爱人的边界，又向外迈出一步，享受多元创作的兴奋。拍摄主题是中美文化交流特辑，拍摄同时还参加了联合国总部中文日的活动。纽约街头拍摄的时候，不仅遇到了国内的歌迷，有外国人主动走过来问你是不是来自中国的深，他说自己是通过声音认出来的。这让周深想起大鱼里的歌词，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，在不同的场景下，周深有不同的化身，每一个都是最本质内核的自己生长出来的，他们分开旅行又紧密相连，相互呼应，成为不可分割真正整体的周深。周深说，比起成为歌迷心中的那道光，更希望每个人都能做自己的光。周深首次时尚单封就空降女刊五大杂志时尚 Cosmo， 而且在未出封面造型图之前就卖出了520万加的销售额，真牛。并且时尚 Cosmo 官方微博昨天下午发了5条关于周深时尚 Cosmo 五月刊封面的消息，官博版头还换成了周深的图片，而且每一条的文案都非常用心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29日，周深更新微博，连发19宫格，释出时尚 Cosmo 封面内页，还上了热搜词条。周深开始发疯式发图，那又甜又可爱又酷飒又怜爱又魅惑，怎一个绝字了得！看得出周深很喜欢了。现如今，在音乐和歌声的趋势下，周深的影响力以几何倍数扩散，升腾。刚刚在联合国总部参加完中文日活动，又登上顶级时尚杂志，风头强劲。
第二张个人专辑《反身代词》也即将登场，周深迎来属于他的时代。看了周深这组时尚大片，大家喜欢吗？最后要提一下，有人还记得今天要抢周深十周年巡回演唱会深圳站的演唱会门票吗？今晚20点开抢了，有米子已经研究好座位图了，调好闹钟准备开抢。歌手周深，此刻我正在中国二的拍摄现场，我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我的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，还会有很多很多想跟大家说的话。关注央视新闻中国二54特别节目，我们一起二。好吧，这个54年节关注央视新闻，看我们一起二。谢谢大家。谁是小坏蛋？不是，我要感谢你。这不是外号，但这起挺好。秦始皇老师，可以吗？这个都印在他专辑封面了。做周深小坏蛋第二张个人专辑。你这张嘴呀，你真的是闭了吧？小坏蛋，对。那说人生路上有老朋友 ，Cindy， 你就不要理他。还有这么多，尤其是你，小 Cindy。对男歌，不礼貌，他真的是心里一整个被油腻到。其实我们是认识，想离开。我望眼，你个小小鸡渣，中青年，小鸡渣是啥？现在心里的背景音乐就是我会好好龙年大吉，又开始了，这边要，这边要，龙年行大运，这边，发大财。你老干脆他们那个笑声吧，我们唱歌这么唱的呀，要去讲相声了。那说到闽南语的歌曲，大家马上能想到的，爱表家哎呀，还有没有？恭喜你，家后家景啊，家后对。哎，活跃了！哎呀，活跃了！过年了，过年了，好，几个小河山。爱情的恰恰是这个吗？应该是。可真会选歌放呢。真的是。哇，里面有歌。当然呀、啊，不然呢？哦，有歌。这要干嘛？每个人戴上耳机第一反应有歌，哎，那要不然呢？有。